我经常开玩笑说，我的存在是为了保持物种的多样性。我就是一个卖波兰的。最终，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旧的。只有我知道这个城市里面那些旧物藏在哪个地方。曾经有一阵子时间，反正国外银行每个拉板车的人都有我的手机号码。每每接到电话，我就漂洋过海就过去。为什么会有人去卖波兰呢？这是一种连接嘛，就是把它断的东西重新连接起来。大家反正进旧物商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我外婆家也有，这个我奶奶家也有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去哪里。”我们老是觉得可能美好的东西都在未来，其实未必。我觉得反而美好的东西都在过去。我觉得只有被东西拉着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觉得才能够真正去那个慢下来。就像你坐在一个山谷的底部，所有的旧物就是一个最低谷的一个地方，就你坐在这里，你会觉得特别踏实。